那个装满血的本子我拿走了，你让我冷静一下。回来啦！换了一身衣服，但也不是你自己的衣服。这个点儿吧，商场还没开门。哪个单身男人家里会有成套的女装呢？需要吧？高抬贵手，求放。你怎么来了？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？看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啊，那什么，我没事，我没喝酒，我没事。你一大早上起来肯定是没睡好，你现在应该回去补个回笼觉了。啊，走。不是你干嘛呀你啊？这么紧张干嘛呀？没紧张，家里有人呢，这是。哪有？没有。是不是有女的呀？啊，是不是有女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。啊，姚哥，真有女的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你早就应该这么开窍了，你不能只有奋斗啊！关键你光想着奋斗，它也没有意义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小心支撑你面部肌肉的肌液会坏死啊！啥意思？小心面瘫啊！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衣服看着有点眼熟？于佳恩，于佳恩，他已经走了，疯了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有没有给他转钱？啊，不是，他有没有给你转钱？你有病吧？有病的是你俩，你这么干，那苏毅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顺其自然呗。表哥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必须保密。为他好，也为你好，更为咱们公司的和平。你得听我的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答应。发愁呢，张总，你觉得一段失败的感情真的可以在时过境迁以后被修复吗？那你得问问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是因为你一直爱着他，还是重新爱上了他？是你习惯了一个人，还是真的对他动了心？我们有时候啊会容易混淆爱和习惯，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另一个人的依恋。陆总跟我说，爱是走不到最后的，合适才行。
我面对许瑶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可以成为她的药，我好像很想要去治愈她。你说这是爱还是习惯呢？不过陆总啊，确实比许瑶更适合结婚。你难道就真的不重新考虑一下呀？我只是把他当做我职场上的导师，仅此而已。那你要是考虑清楚了，决定破釜沉舟的和许瑶在一起，恐怕你得辞职。是啊，你那满柜子的包包有人继承了。这些啊都是铺垫，不出一周我妈一定会管我要钱。我这弟媳怀了孩子吧，彩礼啊装修房子啊，养孩子啊，哪哪儿都得要钱。哎，我也看不明白了，你妈对你是爱呢还是习惯的需要呢？哼。干嘛呢？小鱼。小鱼。阿姨，都两点多了，您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。小鱼，今天从咱们这飞过去八架飞机。阿姨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赶紧睡吧，数着飞机干嘛呀？芬芬还没有下班，我要等她的。因为天气预报说了，今天半夜会下雪。我看她早上穿着个高跟鞋出去，一会儿啊，我还要到楼下去接她。你们呢，上班都要穿高跟鞋。下雨下雪天很不安全，会摔跤的。喏，我给他买了一双粉红色的雪地靴，他小时候最爱粉红色了。在等你下班的时候，一个人孤独到在数天上飞过的飞机，抱着一双雪地靴等着你下班去接你。我也是那天才对你妈妈有改观的。我原来以为你妈妈不爱你就是个吸血鬼。这才是真实的母女关系，我们爱着吵着，彼此需要着，偶尔憎恨着。我本来以为她没那么爱你。她当然是爱我的，当初是她拉下脸四处求人借钱供我读完的大学。不过他更爱我弟弟，他总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观念去要求他的女儿，觉得女人啊就是要为家里的哥哥弟弟做出牺牲，付出一切。他觉得他生我养我，我就必须要用一生来回报他，服从他。下个狠心不管了不行吗？我妈她总是说啊，哎，你买一个包的钱就够我们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，你出国旅行一趟就够给张强买辆车了。哎，也奇怪了，我跟你说，她每次这么念叨吧，弄得我每次给自己花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的父母尚在苟且，你却开始失于远方了。所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会竭尽全力，因为你觉得愧疚。在选择帮还是不帮之间，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帮。所以呢，
我每次给他们汇一笔钱的时候，就要花一笔钱在自己身上，寻找一种平衡，因为我委屈，矛盾吧，永远在罪恶和委屈这两种情绪之间交替。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中国式女儿。张总，原来你也有这种想不明白的问题啊！我还以为你以为我四十岁了，四十不惑就该无敌了，什么都该想明白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也会有无数个迷茫和无助的时刻，但是我只能藏起来，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罢了。干杯吧，愿明天起来，我们都能为当下的迷茫找到答案。干了这杯迷茫酒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back from China. The name is 冒险水手。他每天都这样，让人看了怪难过的。干杯！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这就带他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昂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喂，我不回家，还要参加欧洲音乐节呢。行李收拾，这身又不好看，我带你去买新的。我们得漂漂亮亮、开开心心的去音乐节。走，你清醒一点，还去什么欧洲啊？你的乐队都解散了，我们现在5万块钱的欠款还不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再做梦了，行不行？你每天都跑酒吧喝的大醉，我再拖你回去。少昂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们先把那5万块钱欠款还上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喂，李总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？李总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？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挂了啊。老公，幸好今天没让他们闹洞房，不然今天啊，我没法休息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吐了？下周就结婚了，这么突然。那一定是遇到了对的人吧？那是不是对的人哪儿那么重要？咱们都一把年纪了，只要不是彼此游戏感情、彼此耽误的人，就都可以。要结婚的那个人，你们相爱吗？他说他爱我。
张总，本来我答应苏总不要透露这件事，但是现在这样情况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要想拿下繁星的年标，一定要用我的方案。苏总在这件事上很坚持，他都说了，他是大股东，最后的决定权在他。请进。玲玲，你先出去吧。张总，你和玲玲之间的方案之争呢，背后是许耀和苏毅的话语权之争，我们夹在中间有点难办。张总，拜托你让我用我的方案去提案吧。繁星必须要修正他们的定位，什么客户都想要，最后一定什么客户都抓不准。许瑶是对的，这次我一定要站在他那边，帮他度过这一关。许瑶那边是什么计划？这次提案，他请了第三方专家评审来打分，谁的话语权都没用。我们只要用我们的专业去判断哪个方案更适合他就行了。那这样，谁都别得罪，两个方案呢一起上。你和林丽呢，互相给对方提意见，做到两个方案都无可挑剔。你们都是公司的门面，别较劲儿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我想以朋友的身份给你一个忠告。站在许耀那边，你是以什么身份呢？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，你今天的人生是由你昨天的选择决定的，于佳恩，这次你可要好好选。在你们公司楼底下呢，你能不能下来一趟？哎呀，对，你现在就下来吧，于佳恩。你是李念欢？你谁啊？你好，我是苏毅。哦，你好，在微信这么久，终于见到你了。知道你来北京，本来想请你吃饭的，但是你哥最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给我们安排。这下好了，我们认识了，以后自己约。好。你怎么了？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，我可以帮到你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还是等我哥跟佳恩下来吧。好。里面有咖啡馆，我带你进去等他。走。哎，是我慌来找你。啊，先解决他的事情吧。啊。苏总好。徐啊，刚遇到欢欢，一直没见面。多聊了两句，你们俩，你先上去。欢欢，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。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儿？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你别吓我，一句话说完。被你说中了，我们的钱被骗了，欧洲现在去不了，账号一蹶不振，还欠银行5万块钱。15万啊，多打水漂了。10万块钱，全被赵昂骗了是吧？不是被赵昂骗了，是我们被骗了。现在银行催着还那5万块钱，我想在你们这凑点儿。我先把那钱还上。你这几年婚姻换下来的生活费、赡养费，一转眼都没了。
你现在还要替他还债，他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他有点担当吗？他，哥，哥，你别生他气，他也不想被骗啊。而且他对我真的很好，真的。你看他那么穷，他但凡有点钱，就想办法花我身上。现在乐队解散了，他每天特别痛苦，我看他的样子，我也特别着急。婉婉，你先别急，现在不是五万块钱的问题，还了这五万，你们后续的钱怎么办？房租、生活费，哪哪都要钱，总不能一直借钱吧？这些我都想到了，我帮他这次把难关渡过去，我就劝他放弃歌手的梦想，我们踏踏实实找工作，慢慢把这钱还你们，行吗？我看看我这里有多少。你要干嘛？不许打给他。他的梦想要你来买单，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，他呢？现在被人骗了，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？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五万块钱他必须得自己还，我不管他是找亲戚朋友借也好，找父母要也好，必须得他自己还。欢欢，我觉得学校说的有道理，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赵阳知道，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然我怕他。行了。我知道了，当我没说。黄婉，你听我说。他还生气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不用管他的事了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算了，我晚上下班了，去找他吃火锅哄哄他吧。那我先回公司了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改天吧。跟我走，现在，不然的话我就在大街上大声的说出来了。那你就大声说出来试试，我不信。来，嘟嘟，师傅，我走您，谢谢啊。走了，我要上班了。天宇，哎，嘟嘟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下次注意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佳怡，你什么情况？因为你自己钢铁侠是吧？你刚才差一点就被车撞了。阿姨休息，我就去要接孩子。到了学校以后啊，多对着嚷嚷着要来找于阿姨。刚才我一个没看出来就跑出来了，刚才那下啊，给我吓唬呛。嗯，好了，多多不要哭了好吗？陆总，多多一定是吓到了，你还是带他回家吧。来，多多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幸好大家都没事。来，嘟嘟，跟于阿姨说再见，我们回家了。于阿姨再见。OK。我们走了。嘟嘟再见。于阿姨再见。走了。没事吧？走吧，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？你不是说要去上班吗？陪客户也上班啊。怎么了？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不然我帮你把你哥叫下来。他肯定得骂我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紧张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就几万块钱的事儿，我等许瑶跟于佳下来再说吧。多少钱啊？
5万。你哥没钱，我先借你吧。这是咱俩的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哥。来我们学校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可能一直避着对方不去面对。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，我也不确定，我也很挣扎。我知道我对不起苏毅，但是我也很清楚，我跟他之间不是爱情。每当我一想到你会像那家我们曾经吃不起，后来却永远吃不着的烤鳗鱼餐厅那样，永远消失在我面前，我就会跟自己说，我不能再延迟满足了。既然我们现在心里都有对方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决定，那怎么办？需要老规矩。三句两胜，愿赌服输。我赢了，晚上麻辣香锅。好。没办法，我赢了，论文自己写吧啊！终于可以约会了。我赢了，跟我回去创业。愿赌服输，我和你回成都。相信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输。2-2了啊，李佳恩，加油！你可能不知道，你从成都离开以后，我打了好几个月的乒乓球。我就想着，只要再看到你，就和你打一局，赢了你，就可以要求你回来。所以啊，我现在的技术可不是当你那样惨。来。徐耀，我赢了。你赢了，所以这一次决定权归你。哎，哎，你是那个梁老师啊？哎呀，我一看你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，
那许耀对吧？梁老师好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成都创业了吗？这不又回北京来创业了吗？啊，你们俩还在一起啊？是啊。好着呢。真的啊？谢谢梁老师关心。我们结婚了呀。我记得于佳恩在大三还是在大四的时候啊，我想把他介绍给我侄子，这事儿啊也不是怎么让许耀知道了，他专门赶回来咱们学校，还搞了一次浪漫求婚，赶快宣布主权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于佳恩啊是有男朋友的人。没想到梁老师这种小事还想不起来，下次有机会的话您可以邀请我和佳恩回学校开个讲座啊，我就来好好说一说，教教我们的师弟师妹如何搞异地恋。你看北京这么大哦，从我们学校到你们学校来，那可不就是异地恋吗？是吧？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梁老师。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做饭呢。真幸福啊。那我们走了，老师。再见。你干嘛呀？刚才我牵你手的时候，我没有找到一点当初的感觉。你下意识的反应好像在告诉我，你有答案。我只是不想丢脸，好吗？当年梁老师为了撮合我和他侄子，在我们毕业散伙饭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说：“于佳恩，你要嫁给许耀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你们俩性格不合，一个木一个火，一点就着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。你跑过来，在我这里哭了一顿，还把我拖到大街上。你一个人在那里喊：“我们一定要幸福，我们要幸福一辈子，我们一定不可以后悔，我们不能让所有人来笑话我们。”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笑话。是笑话还是童话？现在决定权又回到了你的手上。刚才那个球，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吧？最后那个球，你明明可以接住的。我技不如人，我愿赌服输，尊重你的决定。你和许耀走到今天，妈没说是你的错，就是觉得就算你知道你没错，但是对你爱的那个人，你能不能认一下输呢？这一次，你等等我吧。啊。许耀，现在你要融资，我要提案。我们俩中间不仅有苏总，更有我们各自的事业。和你在一起，意味着我必须离职，离开光谱。我不希望你再次为了我而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只要你现在不管我们繁星的案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在一起的话，对苏总、穆总来说，都不太公平。是说，陆子杰跟你表白了。现在那是重点吗？不是吧。如果提案顺利的话，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，我会考虑辞职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要齐心协力，我拿到你们的年标，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，你拿到投资，我们都要赢一次，赢给别人看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辞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吗？啊，我就说呢，你没有那么容易变心的。既然是这样哈，那我就等，等到我们这场大秀办完了以后，我就跟全世界说，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。只是在秀过后给你答案而已，别高兴太早。你现在的态度特别明显，文静。
亲爱的，不要再纠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钱拿着，然后我再尽快想办法还给他。可是我们没有工作，怎么还这钱呢？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完呢？我从小到大，从来没管别人借过钱的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欢欢，我们先把这个钱拿来救急，我听你的，我去工作，赚了钱我们马上就给他。他借给我钱是因为他喜欢徐耀，但是徐耀不喜欢他。而且我要是管他借钱这事儿让徐耀跟佳恩知道了，他们怎么看我呀？可是他们俩也没管你啊。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的话，银行就会给我爸打电话，到时候我就死定了，他们就知道我没工作了。他们怎么不帮你想想办法？我爸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们两个一直以为我在外企上班，根本就不知道我因为业绩不达标被开除的事儿。只要被他们知道了，后面的事更麻烦。你很怕他们？嗯，从小到大，他们都希望我能按照他们的期望去过自己的生活。起初我还反抗，后来干脆就欺骗了。欢欢，我们这个钱必须要还上，否则我们征信就有影响了，到时候我们结婚、买房子、买车，贷款都贷不到。那我给苏毅打个电话吧。苏玉姐，我是林念欢。我知道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借我钱啊？我们又不熟。你是许耀的妹妹，在北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最后只能找他帮忙。但你哥的财务状况我最了解，他拿不出这个钱，但他又不会不管你。现在是我们融资的关键时候，我不想他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，增加负担。真的就是因为这样？你难道不是想让我在许耀面前说你好话，撮合你俩吗？如果你说两句好话那么管用，你还需要多少钱？我都借你。你真的不会告诉许耀吗？前提是你保证每个月还我一万，我就不告诉他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，他呢？现在被人骗了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？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？我觉得徐瑶说的有道理，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。哎，心情不错啊。什么？知道来健身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奋斗，好好规划我的新生活。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我的健身卡开始是不是？我穷吗？没钱吗？你要没钱办不起卡，就应该在楼下跑他个户外五公里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办卡就是为了喜欢健身？我是来看美女的。好了，给您。哎，谢谢啊！我告诉你，咱这楼里头就这个点，为了躲晚高峰，漂亮小姐全在这儿。让小姐姐全归你啊！我只负责健身。蹭我的卡，一次300，微信转给我。